感谢朋友们，太热情了。嗯，怎么到这儿还退场呢？还那是郭麒麟的粉丝啊。嘿，你看。高兴，确实高兴，嗯，高兴。观众朋友们也热情，那是这么热情，这么热烈的掌声。嗯，你看看，真捧，啊，一下就不紧张了。不是，我认为这么热烈的掌声怎么样？不是给我的哦，给郭瑜二位大角。哎，你太客气了，人家是喜欢听相声，哎，太不容易了，嗯，太不容易了。现在这个疫情期间，嗯。德云社休息了将近十个月，是，高兴的是什么？什么？12月1号，啊，我们也是在这个剧场，哎，开箱了啊！12月份开箱，你还高兴呢？还有一件更高兴的事情，说来听听。再有一个多月，嗯，就封箱了。哎确实是，今天这个演出呢是跨年的演出，对，都是大腕儿啊。你看看刚才头里郭麒麟啊，这是您的亲儿子，那错不了。亲儿子的呀，郭麒麟多火爆啊，腕儿，哇，孟鹤堂小鲜肉是腕儿。栾云平，嗯，副总，嗯，哇哇。岳云鹏，嗯，哇。他这个血统不是特别纯，嗯，特别纯，嗯，确实都是大角儿，都不错啊。我就感觉特别的自卑，为什么呢？不如人家，哪儿不如啊？不如人家呀，啊，人家现在团综。你看到过孔云龙吗？电影电视剧你看到过孔云龙吗？来德云社快20年了，好不容易上一个热搜，黑衣男子，都不给露个脸儿，你想想啊，云字儿的，好歹我也是云字儿的，朋友们，是是是，孔云龙，嗯。了解的观众朋友们太熟悉了，德云社云字儿的那是值钱，一个云字儿，朋友们我不夸张，一个云字儿顶15个赫兹，他说的是市场价，账头还真细致，那是32个9字，78个肖字，嗯，127个龙字，那我就别招龙字了，我师傅，收几个云字就都有了啊！师傅，您得捧我呀！我得捧你，您得捧我呀！好孩子，我是云字的，嗯，但是您得多看我一眼，为什么？高看我一眼哦？怎么？我还有个龙，我还占一龙字儿。哎，你别说，还真占着呢，他这个对不对，爹？啊，以后龙字的都得归我管。以后啊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云字儿的跟龙字儿的，我都得是大师哥。当然了，云字儿的咱不敢争了，现在就是说没有这个条件，是不是？龙字儿的我能排到大师哥吧？你您是不是您得捧我？你是不是放松之后又紧张起来了？我听后台乐了啊！儿子，快蛋子乐我好几天了，他们都。他们昨天请你吃饭了没有啊？郭麒麟带你喝酒去了吗？喝了。不是你这一个云字儿，管那么些龙字儿的，你当那边大师哥管什么用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得让师傅得捧我。我就说捧是是是不是得捧我？现在来说，你说人家岳云鹏啊，我们这都是一块儿来的。那当然。这就是喜极而泣，知道吗？他当时跟人岳云鹏现在都火成什么样人呢？是是，岳云鹏他出身他也不如我呀，他炸酱面馆他端面的，他是，对，这是实话。那你呢？我在海碗居工作。
还是炸酱面馆。你俩人不同事吗？你嗨，他是端面的，你呢？门童。那说明你比他长得好看。不是同在一个，你瞧不见那个卤是吧？也看不见酱啊。那同在一个单位，还身份他不一样。端面的他是，他老挨揍他。挨揍？端面的怎么还挨揍呢？那一上面叫二，我在上面。人把面端过来，岳鹏往那儿一放，啊，人家一看，啪，大嘴巴子。干嘛呀？不吃青豆。不吃青豆就给一嘴巴。啪。这，哎呦。这个呢？大嘴巴子。哎呦这是。蒜呢？没蒜也打呀。他吃青豆怕嘴里有味儿，拿蒜折折是吗？我都没听说过。是，嗯，啊，好家伙，大嘴巴，这回这因为什么？面汤呢？哦，原汤化原食嘛。哎，哦，啪，这回岳云鹏乐了，干嘛乐？打美了，没打着。第四下没打，咱都一个单位的，都过去了。甚至的，你看，我是这么认为，你要是挨个说，他们能挨个出来，你信吗？今天晚上你一定能红，儿子，真的啊。嗯，健康码红了。嗯，你戴上点口罩吧你。嗯，这嘴巴打完没打着啊？嗯，我门童，你比他强。我不挨揍。哦，我站在门口，那门童那得是漂亮小伙儿。哎，这是实话。哦，那得精神，对，有灵气儿，往那一站。嗯，是吗？得有灵气儿。你再来我看看，是吧？那时候比现在矮，是吧？这是站在门口啊，还大哥，你控制一下你情绪啊！人家控制什么人花了钱了？这是啊，您有点紧张。前排观众有点紧张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站在那儿确实好看，我漂亮，啊，我嗓子好。哦，门童你得会喊。哎，你会喊？我站那儿，我一喊都得进来。哦，是吗？怎么喊的呀？哎，爷进玩会儿啊。就这么喊呢？来吧。你说 这跟嗓子没关系，这个，这是哪个夜店管饭呢？啊，这玩笑啊。哎呀，喊就喊，来您呐。哎，有班请。什么味儿啊？普通话差点啊。王先生来了，里边请。啊，王先生熟客。哎，嗯。刘大爷来了，里边请。你看看刘大爷，嗯，说相声于谦老师带着女观众来了。什么乱七八糟？请。要不说你不谨慎。嗯，我也不知道他大儿能调过来。那是。嗯，于谦老师跟女观众又走了。好家伙，因为你报案了。嗯，于大妈打来了。哎呀呀，我。好家伙。嗯，啊，于大妈都来了，我跟着了没有啊？去！哎呀，你这不应该在面馆工作，你应该调派出所去。说的我怪臊的慌。没你什么事。嗯，行。朋友们，那个时候我就在德云社呀。嗯，哦，已经来了。我来的早啊。嗯，哦，那个时候郭麒麟才那么点儿。对，啊，是。陶云胜。才那么点儿，陶阳，陶阳，嗯，来得早，到现在为止啊，德云社云字科现在是13位，对，是13个，嗯，一个个的人家都火了啊，一个个的人都综艺、都电影，人这个岳云鹏啊，嗯，哎呀，要坏啊！我为什么火不了？为什么呢？找原因，有坏人。有坏人还害我，这个可是真没听说过。对，有坏人害我，咱们这后台都好着呢。对，剖析一下啊。哼，就是他。
抽烟喝酒烫头的，这不算毛病，孩子啊，你这不能说就是坏人。对，你拿健康码让我看看。不是你不能逮谁咬谁，你怎么了这是？不是咬谁？你我跟你说，孩子，你有事好好说，你别这儿急赤白脸的。你谦儿大爷家的事儿，我能当一半家？不能，不能。可以，可以。什么叫孩子事儿他管？真不是你让他说清楚了，他干嘛？啊，那行，那行，啊、那说。关键是什么呀？要没有他，我早火了。怎么回事？你就怨我？哎，有一件事儿，您知不知道？你说说。我有一段神奇的故事。我骑着摩托撞过夏利，这个只要是德云社的资深粉丝都听说过这个传奇哈。对，但是怎样，我骑着摩托怎么撞上的夏利你知道吗？那你那谁知道，你撞了我们都不在呀。你们都不知道啊？你们都不知道，不知道没关系，我说说你听听。在想当初，这个人可委屈有日子了啊，连八扇屏都想起来了。嗯，哦，不是现在的事情啊，他是那么回事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哦，不入罐儿，我以为后汉三国呢啊。有一天我骑着摩托回家，嗯，快到家了，路边上停着一辆夏利车，这都听说过，在那儿晃。哦，车坏了啊！我干过门童啊，这事儿能打在你手背上啊？我眼尖呢，我一、什么情况？嗯，我说离近了我看看吧。后座上啊，坐俩人。哦，有个男的抽着烟烫头，边上就是那吃炸面的女的。快快快说！一进了，于大爷认出我来了。哦，冲我摆手，那意思让我走啊？你以为是？理会错了，我以为他让我过去呢。我一走神儿，我想的有点深，我一走神儿，梆一下子就撞上了。我让你过来没让你进来呀、你就撞进去了。你这就是说想的。然后呢，孩子？哎呀，好家伙，他躺地上了啊、于大爷走了，人女的让老公领走了。你躺地下看的还那么清楚呢？我印象挺深的啊，没人管我，后来兄弟给我送医院的啊。啊，这个事儿没有他我撞不上，跟他有直接的关系。这个孩子你可不能冤枉人啊。啊，那个女的多大岁数 啊这是女的的事儿吗？这个你得问他，抽烟烫头那就是我吗？那是不是你于大爷啊？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你瞧这干的什么事儿，这就壮年来放炮，当年这是上过晚报的。嗯、放炮，也是他。这点事儿都得搁我身上。嗯，也是他。今天晚上是孔三爷封神之日。嗯，好，谢谢各位啊。嗯，有一天他让我上他们家去。嗯。上家去关心我，问疼问暖、嗯、老三这个离开老家之后活得怎么样啊？这个要死是怎么着？还有这么问候的？你活得怎么样啊？习惯不习惯呢？嗯，我一想，我说于大没这么关心过我啊、这不是那人、你知道吧？哼，说那个老三快过年了，给你点衣裳吧。嗯，是不是？我也挺高兴的。哎，大裤衩你拿走啊，穿去吧。新的、啊、我就给人、啊、内裤，那就是裤衩、毛线内裤啊，这是清仓的啊，钉子裤。好，这玩意儿大爷以后打算光屁股出去，都送人了。貂裤，哎呦，貂钉子裤。行了行了、孩子这个不主要。哎，
主要的是还有好东西给你，还有好就应该给好鞭炮。大爷这个鞭炮嗯可了不得，怎么跟集装箱里边的大鞭炮，孩子你就放下吧，过瘾呐。我还真听话，我也是小啊。嗯，他告诉我点着了鸟儿，围着鞭炮左转三圈右转三圈，有意想不到的意外，啪，我就成非洲娘们了呀，太意外了，把脸都糊了。这两件事情都是他，要没有他我早火了。借着这个机会我把这段苦水我说出来。嗯，师傅我知道，嗯，您跟他关系好，那是这么多年20多年合作，刚完事儿，对不对？关系又这么好，我跟您说完之后，你们不要这个样子。嗯，我跟您说，我希望您能管我。哎，是，打我心里边，我不想跟他同台演出。再见。来，好好好，你这个怎么着？就是这么耿直，你看吗？你知道你为什么红不了了吗？啊？哎，人跟你逗着玩，你往心里去，是吧？不是，哎，他要走，翻脸了。我翻脸不？你也不能因为这个，你说因为他看见你在车里，完事你，你拿炮轰孩子，你哪能这样？不像话啊！你知道怎么回事啊？你我知道拿车撞夏利，你在夏利里边开车，你才在夏利，我没在夏利里边。这等我问清楚啊！你问是不是夏利？嗯，这个，哎呀。要死你这徒弟，不是谁要死，不是你先谈，听见了听见了，不是这个干，我现在不想看到你，知不知道？你留神了，咬着你啊，不会看看那，你等会儿，你想想了想了想了，脑袋长跟土豆似的，头发跟长牙似的。哎呀，还老是害人！你见过土豆长这么细的芽吗？这不像话！你先等一会儿，我先问。走，甭拦着我。走，我走。说清楚了，走。哎，是吗？对了，不回来了，不跟我同台，就是不跟你同台，不跟我同台，就是不跟你同台。走了。对了，好，走，把这马褂给我脱下来啊！别，给我脱，脱，把马褂给我脱下来，脱，干嘛？把脱下来，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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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脱脱，你看这种处理方法很少见，不是一个长辈手怎么这么快呀、啊、这还叫快？废话，你要不信上夏利试试还快。我得捧我师哥，那是手慢了一会儿摩托车进来了，你不像话。我告诉你，咱说正事儿啊啊，说，哎呀，今天晚上你们算来着了。你们看这像直播的相声吗？你过年了，你是要走吗？走走，你把走马褂给我脱下来啊，给我脱下来。干嘛脱？废话，嗯，你让他把马褂给我脱下来。不是，不，你等会儿，你不脱，为什么脱？你这踏实踏实啊。不是怎么了？你干嘛？他走不走的不重要，你是他走不走不重要，跟我也没关系啊啊啊！他穿那马褂是我的，知道吗？那句话听着可耳熟了，你知道吗？孔云龙，哎，谦儿大爷说这马褂是他的，对，你红不了了，你这玩意儿不要脸呢，你这，我没想到，你怎么比施主还理直气壮啊？你是不是错了？你道歉吧。哎，我也想半天，我很纠结。这个是有点未解之谜了哈。那怎么你怎么这么大脾气？是他的马褂，不能给他。哦，为什么？不是打他手里借的。
打谁手里拿的呢？打于大妈手里借的。哎呀，怪害臊的。你老跟着掺和、啊、哦。你详细的说一说。从头说吧。好的。德云社有位演员，嗯，叫烧饼。啊、哦。烧饼他爸爸过满月。等会儿。宴请我。等会儿。上家去，我们关系不错。这什么什么账头？什么账头？烧饼他爸爸过满月，那是哪辈子事了？那是。啊啊！什么过满月？你不是说烧饼他爸过满月吗？是我说的吗？是啊。哎，你这玩意儿提上秋裤就不认账啊？不是。啊？说错了。这人，要不咱俩道歉吧？我也觉得有点理亏。那是哈、啊。哎，你说孩子过生日啊，人家老头就喜欢马褂，是希望就是。参加生日的这些个朋友们什么呀都穿马褂，我没有，我就一想于大家有啊、哦、是不是，我上家借一件、嗯、我穿穿不挺好的吗、嗯、上家去了，于大妈在家呢，嗯，跟我说那个孩子你拿着穿去吧，这不叫事儿，咱这个关系、嗯、是不是，我说大妈您放心，我也在意着点，过两天我签字我给您送回来，不用不用，有事儿我你托付托付，知道吗，你于大呀最近呢脑袋上长牙了，他呀，别急，先等。脖子我就长眼儿了。他就是让孩子说，他就是爱听爱听这个。岁数大了，这些年你看这身体也不是特好。哎，你又想起什么来了？人呢？他这个脑瓜子也不清楚，说话老是云山雾罩，朝三不朝两，天上一脚地下一脚，老让人问住了，你要在边上你给打个圆场，就是别让他丢人，他有时候他自个儿他怄气，回家之后拿我撒法子，拿郭小宝撒法子，嘿就贼呀，郭小宝你不能这样，你这是啊，这行了，他那回管孩子我心疼好几天，老有他的事，考得不好不好问至于的吗，遇到这个事儿啊你给帮衬着多说几句话嘛，原来说说啊啊啊！于大爷您放心吧，这事儿就交给我了。我明白了。放心，过两天我亲自，我给您把马褂我送回来，行不行？嗯，不用。回头让你师傅送回来。捎带手的事儿。你说我穿这个马褂是不是对他有好处？听明白了吗？不能给他。听明白了吗？我还沉浸在那事儿里。就是我捎带手给送回去。行了啊，怎么了？你就给送回去？您说话在外边云山雾罩，天上一脚地下一脚。谁云山雾罩？好了，跟他说的。跟他，你听他的干嘛？你问他。我问他，我问你，你听他，他说你就信呐？不是他，我说话云，我能说话云山雾罩吗？那按说是不至于。还是的，你说我五十多了，我说话我云山雾罩，我合适吗？您这个动作可像啊。对，咱们不会啊。啊，是。对，你说我平常是那风格吗？嗯嗯，我说话云山雾罩，像他说的似的。你们都不了解我。你听的这些个卖鞭炮的人啊。对不对？我不像云山雾罩的。咱再者说，咱们用得着吗？用得着云山雾罩吗？那倒是，对不对？咱家里，啊，就什么都不缺，嗯，想要什么有什么。我跟别人还吹吹呼呼，我用得着吗？犯不上，对不对？不瞒你说，这回就我们家拆迁，就赔偿那些拆迁款啊，我都没跟你说过吧？没念叨过。对呀、啊嗯，我家里一下，之前就不错，这一下又上了一台阶，上了几个台阶。好家伙！啊，我们老爷子老太太一下赔了，哎、知道多少？多少？四个亿。啊，我云山雾罩，我跟人别人吹，我干嘛呀？嗯，这一下你之前的不算，首先拆迁款赔四个亿，我的天爷！对呀、啊，但是话说，老头老太太也是这点也不对，怎么呢？我是他亲儿子，嗯，拆迁款下来以后没告诉我，对不对啊？可能是忘了啊，就忘了不碍事，嗯。啊，老两口岁数大了，脑子可能有点糊涂了呗，糊涂了。嗯嗯，我到家去，你告诉我，想起来你跟我说，这也不碍的。是是是，他不但没告诉我啊，搬家了。老两口拿着四个亿搬家了，这个事儿没告诉我。搬还没往信了搬，往哪儿搬了呢？老两口拿着四个亿直接搬太阳里去了。
您可以了，这个就太说不过去了。于老师，您可以了。我一打听那房子呀，还特暖和。你行，还大是暖和，行了。是太阳。您慢打，慢打法器，您可以了啊。我拦您一下啊。怎么了？拆迁给了4亿。对，不少吧？哎，不少不少，4亿可以了啊。啊，这个咱不提啊。是。说没跟你说呢，我也觉得说得过去。走啊，一时糊涂或者忘了，这都行啊。对，搬到太阳里。对呀，他不跟你说呀。你要说他可能是没来得及跟您说就化了，是他没来得及跟我说话，他就搬。你住口吧你啊！怎么了？您这就是云山雾罩啊！怎么我老搬太阳，我叫云山雾罩，我胡说嘛？你不信啊？我不信呐！你问他去啊！他知道，他上太阳里找我们老爷子去了。这高科技了，这个。孔云龙，是吧？哎，有一家搬家，拆迁款给了4亿，完事儿。然后这家老头老太太没跟自个儿子说，没说呢，老两口拿着4亿搬家，搬到太阳里边去了。师傅，您脑是不是也长芽了？你看，来，这事儿可信？胡说八道！我这拿着，这是正常人说。脱了，脱了，别脱了，多废话，嘟，废话，我来了，来这招啊！什么？废话啊！老爷子老太太拿着4亿搬太阳里去了，这事儿我说的。哦，他说的呀？没有，有，你看，有，来，那个，我知道呀，孔嘟先生啊。你给讲一讲这个故事吧啊！你想啊，哎，我想，人家人拆迁，嗯，好事啊，是是，人给多少钱？4亿，4个亿，四，给4亿，嗯，对，人家爱住哪儿住哪儿，你管这好惯你去！哎呦我，这个解释真他娘的脆生啊！哪儿你就把我打发了呀？啊，他爱住哪儿住哪儿，像话吗？太阳，对，热呀。废话，热。对呀，人家确实是人家给了4亿。嗯，人家给4亿，朋友们是。他爸妈还没告诉他。嗯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是没告诉。为什么没告诉他？对，嗯，他爸妈。搬家的时候找人算过，不能够告诉他，因为什么？于谦压不住这个财，如果要告诉他了，他吐屎，知道吗？你等一会儿啊，你说的这个事儿，我怎么觉得8点来钟那会儿我说过呀？这是主要的原因。行了，别问，别问。我他哪儿都吐完就完了，那不行啊！你这不像话，现怼现卖哪成的啊？这个说不过去，说不过去。这是开个玩笑啊！谁跟你开玩笑？没事，爆反了。废话，爆反了，没事。谁爆？开个玩笑啊！搬到太阳。哎，搬到太阳上去啊！现在我跟你说，咱这科技，咱中国人这科技也太发达了。嗯嗯嗯，不光是科技，嗯，还有那个人是不是人家身体好，对不对？怎么就转到那儿去了？不是，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呀？人家有特异功能，这也是不排除的。哦，你说有的人有特异功能，特异功，他爸妈人搬到那个太阳里边，人住下之后，是不是唰一下子就？化了就成粉末了，过一段时间唰他又合上了。蛇精啊，这是。这是两条蛇。我也听过这事儿啊。啊，是这大概8点半左右。差不多。嗯，差不多。嗯啊。哎。啊。哎，来。那太阳里边出去。对。嗯。这个太阳里边。嗯。你想啊。哎。人的这个大脑啊非常强大。你这么一听，诸位可能有点匪夷所思。嗯，哎，听不明白，乍一听感觉不可能的事情啊。但是人的大脑它会换位思考，你不是热吗？嗯，你不是
汤吗？你不是？对了，晚上出去，白天人不出去，多好！太完美了，我跟你说。嗯，到。哎，你这状态，当门童的时候挨过打没有？啊，我待会儿借个下力怼你，我告诉你。我再给你换一个。啊，再换一个啊，这个不成功。嗯。哎呀，你看给孩子急的呀，嗯，求知欲。嗯，这个太阳啊，嗯，这是好。哎，太阳它暖和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。万物生长靠太阳，有没有这句话？这是个老话。万物生长，世界上万事万物它都离不开太阳。对，但是好东西是会好，多了不成。嗯，有那么一个故事，在上古时期，天上有九个太阳，这可是个老故事，对不对？神话，九个太阳，嗯，天下民不聊生啊，嗯，老百姓受不了啊，太热了，天上的老扔也受不了啊。等会儿，飞不起来。等会儿。天上老师啊，什么儿子？老蓝蓝的天上飞老楞，有这个问题？有没有？你们村包场今天啊？包场。老楞。我的意思就是很热呀，很热。热怎么办？老百姓受不了。这时候，出现了一位大英雄，英雄中的英雄。哎呀，大宝宝，我这点评书都没糟践，你看见吗？出现这位大英雄太了不起了。好，陆毅射日。等会儿，他拍戏去了。拍戏干嘛？陆毅像话吗？不是，那是后羿。后羿对，后羿射日，对不对？后羿是一个射手，后羿了不得，他这弓箭很掰呀。这都是什么方言？这都是这个陆毅大英雄站在悬崖之上，拿着自己的弓箭，嗖啪嗖啪嗖啪，一个没射着，白费劲了。不是，他为什么没有射着？为什么？他为什么射不了那么远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还没有到四级。什么乱七八糟，他的大还没有出现。我那意思，他就是得用功。他如果对吧，到后来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哎哎，人家这大出现了，嗖，哎，当，哎，定住了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就是麻瓜王。你带点药了吗？给他点啊。你还缺徒弟吗？我倒给你了，这我不要了。这个咱们不玩了，好好的行不行？谁跟你玩呢？就射，是不是？完了之后这太阳啪掉了一个，嘟啪啪又射了一个。你看他玩得好开心呐。你根本就没管我们俩在不在这儿，是吧？到最后就剩一个了，老百姓说不能射了，不能射了，就留一个吧，留一个。到最后天上就剩下一个太阳，这你知道了吗？我问他了吗？我是问他为什么天上有一个太阳了吗？我也不知道他这是说什么。我是老年痴呆了是吗？我问你了吗？天上几个太阳啊？那你问的是，你不是说想听后羿射日的故事吗？你要是乐意听，我再给你讲一个姐夫跨日。你住口吧！姐夫，你拉倒吧！你给我姐夫跨日的。我问的是于老师父母为什么住到太阳上去？对，对了。哎呀，师傅，你脑瓜子太好使了。那是。你还没忘呢。我信心呢。啊，嗯，是，太阳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太阳向往的是美好，太阳向往的是棒棒棒。知道吧？哎呦，就你那个词儿啊，真是，哎呀！他是什么呢？因为什么呢？大家伙儿太了解，有很多的歌曲去赞美太阳。你比如说有老天爷呀、啊，受了这个妖孽吧？不是，别受了。蓝蓝的天上飞老楞，
哎呀，孔老楞，姓孔名宁都，字老楞，有流行歌曲是不是？有那个？怎么又流行歌曲了，孩子？唱嘛，你怎么唱啊？你听我唱，就是那个唱那叫你唱的呀，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，小鸟说走走走。哎，回来，回来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不是，我没唱完呢。行行，回来吧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翻场都累了。那是。有没有？跟你在一块儿，我比种地还累。我告诉你。是不是有这首歌？有这歌，有这歌。有没有啊？还有一首，就那个，哎，我们的祖国。怎么又来了？干嘛、啊？师傅干嘛、啊？你不是你一撅屁股就知人拉什么屎？那错不了啊！别老打算跑、啊，你、哎、我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什么？就是太阳啊，是好东西。不是，他这个为什么老两口搬到太阳上不去住去？那其实我已经不太想知道了，并不重要。他多少度啊？那多，哎呦！愁的他呀。对了，我就想什么呀？就是我勾引起啊，就是我这个思维啊，我想啊，就是。这个你像岳云鹏对吧，他也向往美好，都是农村的孩子，我们一块在炸面馆工作吗？对不对？他那个时候也老是唱这个，咱们有那个吗？能不能就是河暖的阳光照着我们，对不对？有这句话吧，里边是不重要，你开心就好。你怎么好都行吧。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，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，对不对？河南的阳光那是岳云鹏唱的。他老唱的，他老是唱错，他因为什么？因为他那时候他有口音。他老，哦，对了，对了，我为什么他父母没有告诉他就是搬家这个？因为他老是吐屎。这不没有，这我不是有吐屎的事，后来不吐了。不要，前面也没吐，后来是抱过来的吗？那还是爆发。你搬那也是自个儿亲儿子呀，是吧？自个儿亲儿子，你说这个，他又想见父母，见父母搬走了，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怎么了？他怎么知道的呢？搬家公司的人告诉他的，搬家公司的人告诉他搬哪儿去了，不是太阳里。这搬家公司的说话有口音，太阳里，太阳里是二环边上的开阳里。好啊！我的妈呀！他说话有口音。高。你要是不红，没有天理。再穿一个月。哦，是搬家公司的跟他说的。哦，少聊天，大爷在外边啊，多痛快这天聊的。哎，你说这天聊的，我是不是愿意聊天？是，你是愿意聊天，他够呛了。不是，他比放炮还热闹呢啊！不是，爷们儿，好啊，好，等会儿啊，我聊会儿天啊，别着急走啊。你说，嘿啊，你说这个就是我，他说话带口音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对不对？我这直接跟人一说，人不明白，他就告诉我云山雾罩，所以你也不用跟他去掰着去，不用讲理去啊。是，老头老太太就搬家了，不是完了吗？不重要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不告诉我了，他还能一辈子不告诉我？是是是，对不对？我上家找去，找着了就完了。得嘞。再者说，咱对老头老太太，对吧？也都孝顺，那错不了，是不是？老太太，这。疼儿子，儿子跟娘最亲吗？那是，对，打小我们娘俩就好，是吧？我也是真孝顺，也当着老太太，怎么说呢？这一辈子不容易，以前日子不好的时候啊，老太太有点残疾，在工厂上班，哦，啊，工厂上班受点工伤，啊，那这工伤，哎，就我跟您说吧，那车间里边那机器呀、啊，把这俩手大拇哥呀给。伤了呀，哎呀，压下去啊、哦，没有大拇哥，双手没大拇哥啊、哦、啊，就这么点残疾，那我就更孝顺了，就疼老太太呀，啊，您喜欢什么买什么，啊，就老这有点自卑，自卑没关系，咱不让人看出来，不就完了吗？啊，你项链，耳环，啊，戒指，都给买，咱整个都戴上，
五颜六色，整个闪闪着金光，让他们晃他们眼睛，不让他们看见。这什么事、嗯、这点残疾不叫事儿，对对不对？就这么着，这少少俩手指头吗？嗯嗯啊，都戴上，戴满了。嗯，这两手十个戒指，嗯，都给他戴满了。是我这我知道啊，这我知道，这我说的。他是什么呀？就是切磋他母亲是六指儿，看不过去。十个戒指，这我知道，这我知道这个。我还没有听到题，你就说出答案来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俩手没有大拇哥，八个指头戴十个戒指，是因为有六指儿。对了，这我知道，这个。嗯，这个合理。然后呢？我有点忘词儿了。不是什么你就知道哪儿啊？这是我们云字科的，不是这，不是我啊，这就云字科十三太保之一，吃的太饱。嗯、我说我孝顺啊，是是，对老太太，只要我伺候她高兴，她踏实了，对，我心里也就踏实了。嗯嗯，我有的是钱，我四处玩去了，对不对？老头老太太这都踏实了，我心里也就没事了。嗯，四处玩去，我不喜欢市里，我喜欢郊区，哦，对不对？我在郊区置办大房子，嗯啊，哪儿没人我愿意去哪儿。你像现在这啊，这疫情期间越没人越好啊，啊，找一旷野荒郊没人的地方清静啊。就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这天它刮风，你看前两天的风啊那么大，哎呦，那这风太大了。我尤其旷野荒郊又没遮没挡，是那风呜呜呜的四十多级，好像四十多级。我院里他自己有井，他打井吃甜水啊。我知道师傅。他那个为什么这个井刮墙外边去了？他那是一个篱笆墙，篱笆墙刮凹进去一块，把那井让出去了。他以为是刮墙外边去了。我知道，兄弟。他刚说的井，他还没说墙呢，你都猜到了。我太了解他了，我太了解他了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我也是优酷的 VIP 会员呐，也就是说每年的这活你都看过。于老师，这人家知道这个，他说的对对对对，一刮风，哎，刮那边去了。我1000多万，我买大白马调查完了，淹死了。我太知道了，换的这蝈蝈，嗯，拿马换的蝈蝈，蝈蝈调查完你淹死了。这个我同意你说的，嗯，因为这事儿我听了七八遍了。我家里养一大狗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大狗知道啊，狗尾巴挡着那表了，一撩狗尾巴就能看见点儿。哎，你说你那么灵，怎么还没红呢？您的女观众给您喊加油呢，那夏丽是你的吧？爱不爱我这哎哎我买一摩托车，你知道吗？我骑摩托车，知道吗？我撞下地干嘛呀？我买撞下地，我买一摩托车，哦，大摩托，哦，调查完了淹死了，拿风刮墙那边去。对，那太没有。没有。我买一大摩托啊，我撞了啊，我那整个撞的稀烂，一摩托劲儿太大，82个缸，骑上这大摩托整个咣呀，我车完了啊，我没事儿，车都碎了。这我没猜着这个，你等会儿吧。哎，没有。优酷有没有知道的？没有。这马褂给不给我？
孔云龙，快来新题目了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哎，快来，来，不是，我是优优酷的 VIP， 对对对，来新题目了哈，打摩托车多少个？82个，82个缸，我都没听说过，嗯，这事儿他说的啊，有，好，好，太好了，你说什么我都信，来吧，少爷，嗯。反正也不跟我同台了，那是。家里还有鞭炮吗？给他点儿。摩托车，摩托车，嗯，对。哎，您不爱骑摩托车？我不会。你不爱骑摩托车，您不懂。是是是。他是这么回事啊，骑摩托车跟开汽车那是不一样的。这都废话，对对，这话没用，真的不是。你想啊，我不是诸位有没有摩托车爱好者，我是喜欢摩托车呀，因为我喜欢摩托车，我失忆过呀，我深受感动。人家有发言权呐，啊，我有发言权。我跟你说，骑摩托车那真的82缸，82缸，您那个劳斯莱斯才12缸啊，嗯，你才劳斯莱斯呢，嗯，80，对。为什么呀？它过瘾呐，那是速度快呀，怼起来声儿大。骑摩托车，你感觉就是什么呀？整个世界是你的。开汽车，你就感觉那个小笼子是你的。他开82，他快，他蹭一下子，他就直接在太阳里边了。啊，看他爸他妈去了啊！对，啊，不是太阳里，他蹭一下，对，哎，太快了，骑的，嗯，太快了，他没刹住闸。唰一下子，他们家门口有一个咸菜厂，冲到人后院去了。后院有82个腌咸菜的缸，82缸。啊，你其实应该当科学家去。嗯，哦，是82个咸菜缸。原来是这，这满意吗？我再说一，你猜。哎呀呀！什么满意不满意？听我怎么了？聊会天怎么了？不是，这不什么满意不满意啊？对不对啊？撞了，撞了就撞了呗。车是我的啊，缸能值多少钱？那分什么缸？郭德纲就值钱。这那是撞了，撞了，撞了，有的是钱呀，赔呀。是4亿呢，慢慢花吧。对呀，咱又不是说指着这摩托车怎么着怎么着发财，啊，家里还有那么些呢。啊，甭说车，那喜欢的东西多了，嗯，是吗？嗯，我都有动物园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这知道，知道，还是的呀，知道。动物园全是奇珍异宝，坐动物园你就看吧。哦，狗、马、鸽子、嗯、孔雀，呵，一会儿啊，马，就是喝着茶你就看，啊，跑过心里美啊，痛快啊，舒坦呐。一会儿这个狗啊。跑过来啊，哗，飞起来，哎呦，狗飞起来了啊！我就看啊，这马跟着它呀，就飞起来，就俩人追呀，撒欢打滚，哎呦，在天上好，越来就个儿越小，个儿越小。后来呢？后来有一圣诞老人跟着车走的是吧？圣诞老人前几天来过了，来过了，就看他们后来就是说给我捎信来说我们已经到了水星了。你行了，你够水的了，可以了。水星让我们在那儿啊，你不要再星我了，过去了，可以了。开马场，行了，原来是马场啊，原来是，你可以带着狗，可以了，狗啊，鸡呀，行了，差不多了，二路都来。岳云鹏等着，快上场了，行了，怎么着？你不信呢？我不信，胡说八道，你问他去。哎。孔云龙，连马带驴带鸟一块飞起来了，放屁！哎呀，飞到水星了，没听说过。前两天圣诞老人还来了，胡说八道，这事儿他说的，他说也没有。怎么了？马褂还给你了，给你了。